打开看看吧。这又是什么呀？我们两个平时实在太忙了，林老师呢管我又管得比较严，所以我把我所有想在恋爱的时候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上面。这里面有我所有想吃的东西，但是今天你可以做决定，你选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们家美少女，今天想吃什么呀？你定啊。就吃你最爱的火锅。不愧是美少女的饲养员，我喜欢这个答案。哎呀，蹭上了口红。反正这个本子你有一份，我有一份，我把你的这个放在这儿最明显的地方，以后你可看下有这个吧。你要去。